婚礼的六百万无固定的庙事，当年以这过路廖景轮流去安顿，啊，不过这啊新兵已经年代久啊，今年是拨备进行整修。小西妈妈依托了来塔，无急无赶修好六百万正准升上面梁。今年六百万组因为无固定的庙宇，每年以过路廖景五股十六尊，由轮接过路去临时安顿，向民众来拜拜。嘛，因为当年的山洞顶原因。都是尽量避去旧塘岩中。我每一次的过路的当中吼，拢爱坐轿，啊去运运的时间拢差12点钟，吼差十二点钟。啊，伫这個当中，这个面上吼有小可损伤着，损伤到真厉害。六百万会表示，为着延续六百万过路的宗教文化，避免形象受损的情形搁恶化。今年二月份，经六百万会报备来清洗，搁由大会一挂通过。由修复西历史上九月份展开一个外围的修复，最近嘛已经完成，吸引真侪信众前来拜拜，嘛来看修容后神尊。嗯，啊，之前大概是怎么样？就是比较剥落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在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的。之前是脸颊就是有剥落，对啊，然后有凸的，有凹的啊。现在修完它就比较长了，就变帮它微整形，然后就变得比较漂亮。也是改变，面貌就是讲伊原来的面貌，你要把它修得更圆融啊，更好看，不能这样，这是第第一个要件。啊，所以伫个修的当中，经过阮五个商务理事一个一个安尼来甲看吼，拢无做样。六百万过路，1906年由文化部指定重要名胜，112年将由后尾过溪谷轮值，也是六百万五股中前头上座一股。顶一届轮值是民国52年，六号已经完成重要仪式，全前头拢真期待，也已经开始筹备明年的过路庆典。记者吴宁报道。